ChatGPT 3.5版本去年大涨开放，但呢 AI 发展到东京 ，OpenAI 系伫3月15日已经伫官方网站正式发表 GPT 世界新模型，本 ChatGPT 变到很难用，所谓政策极其天天的动态，对 AI 带来可能会造成东东耳无透露的讨论，很难关于。大学人教也听到了前 AI 的浪潮，本学生儿早就来学尊重 AI， 不是本 AI 代替。现在你所看到的场景，它并不是影片，而是 3D 的模型。好，那 3D 的模型已经拟真到这种地步，它其实是好莱坞级的电影拍摄的工具。台湾应该是最新的一套设备，我们叫做自动追焦系统、定位系统。阿祖太好太的学生诶，用镜头虚拟制片内通，用数字 AI 技术来替传统常见的汉字，应用 AI 发展到案件，国太好咪传统 AI 研究讲好。阿祖太好成立了人工制片学院，结合复赛语言，国内所带动硕士同博士班的学生诶来做 AI 研究，把 AI 应用到校园的各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这个学校的管理哦。还有在研究方面，我们跟医院合作，用 AI 来帮忙医院做精准的医疗。那拇指就是对应他的布偶的右手，然后食指是布偶的头。用 AI 来弄不退去人工的，通常做到动摇，就像真人样的，大部分指挥数立的感应，做得演员的表演，按用 AI 同文创就结合起来。AI 大最古的机器人 ChatGPT 同学界带来一大影响。阿祖太好鼓励师生安排考察，合理来用 ChatGPT， 韩国确实查证过。ChatGPT 就是 AI 界的 iPhone， 不管在大学产业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都知道 AI 它擅长这个收集资料、分析资料。课语 AI 包含哪个部分？应该说语音 AI 包含哪个部分？它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辨认，把声音了解变文字；第二个是理解回应；第三个是合成。中间理解回应是最难的，那个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所以最近很红的 ChatGPT 就是在做这一个。对台数据的付出运用，多年从生化帮助人工智慧发展动态，本 AI 大最古机器人成都好心资料库，利用 AI 技术即时做跨语言交流，未来会更加准。下个新闻，吴祥平、钟荣修，新竹台中报道。